好，我是雀儿。今天这支影片呢比较特别，是我要邀请我的男朋友来帮我配音，做这个橘色金色妆容的化妆影片，然后还有卷卷头的配音哦。那其实录现在这个时候呢，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呢配音员还没有开始录，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大家好，我是雀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夏季彩妆的部分。先把脸擦干净，因为刚刚煮菜有油烟，先把这个脸擦干净。大家有觉得干净吗？我看起来是蛮干净的。好啊，接下来用这个红色膏状的东西，这个很像果冻的东西，奶油涂在嘴巴上，这样子才会油油亮亮。推荐这个是 Chanel 的猪油款，有没有嘟嘟嘴给大家看一下。啊，接下来用这个绿色的精华液，绿色的精华液擦在全脸上，好，抹均匀。嘿，这个时候看起来是，再就是另外一罐这个精华液，精华液，好，也涂在脸上。啊，剩的地方就可以擦擦全脸哈。对啊，这个时候顺便按摩一下你的脸颊，然后让皮肤更好的吸收。好，这个同时呢，好拿出了一个这叫什么？BB CC 霜。对，拍之前呢，先按摩一下你的脸颊，揉一揉脸，这样子比较不会有水肿。好，拿出这个 BB CC 霜，嘿，这个就要像那个爱斯基摩人一样，先把这个涂在脸上，当作是一个民族象征的图腾。这个象征的图腾之后呢，我们开始要拿画笔了，把它那个抹均匀。哦，大家有看到哈，这个东西非常的神奇，中国古自于来的易容术，就是会比一些什么整形还厉害。有没有看到我的脸的下半部跟上半部已经长得不一样了，有没有？现在这个样子是这个 CCBB 霜，这个非常厉害。好，大家来看一下，哦，有没有我的脸颊就变成平整了。顺便跟大家就是推荐一下这支刷子，这支刷子你去哪里买买不到，要到我们的那个美术行，美术行就跟他说我要那个很多毛的，推荐松鼠屁股毛，松鼠屁股毛。这个时候呢，拿出行动电源调色盘，这有三种颜色，好，三种颜色。嘿，啊，这个地方专门就是插在你的毛孔粗大，哦，有痣，哦，有一些瑕疵的地方。那这个水彩笔，水彩笔不错，啊，涂在上面，水彩笔不错，好。那这个时候，这个调色盘，三种颜色都要用上，好，再拿出这个单色的调色盘，啊，另外一支水彩笔，千万不能混用啊，不能混用，不然你的调色盘就会变成脏脏的颜色，涂在你的其他的地方，把它刷均匀，涂在你的眼窝这个地方，稍微眼嘴角的部分，好，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吸气，因为会过敏，会呛到，这个 PM2.5 就这样来的。就是因为涂了这些很多粉。好，现在拿出黑色的调色盘。哦，人家说浓眉大眼，浓眉大眼，嘿，所以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没有很深的眉毛，没有浓眉，没有像蜡笔小新浓眉，所以我们现在来画浓眉。好，大家有发现，我的左边的眉毛已经比右边还粗很多了，嘿，这就是古自于易容术。好，这个地方，这个手法是非常需要练习的，非常需要练习的。好，大家看到我的那个两根眉毛已经跟我的眼睛一样粗了，然后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它就变成四条眉毛。好，再拿出画笔，好，让它修饰一下，修饰一下，让它跟你的皮肤有渐进的颜色，好，看起来比较自然。这个三色调色盘，顾名思义就是要用三种颜色来画在我的眉毛上面，三种颜色。好，然后再拿这个刷子的屁股，把它涂均匀一点。
你刷子的屁股，你拿圆珠笔屁股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好，那又回到刚刚那个蜜粉，那个把它的周围也跟你的肤色融合在一起，看起来就比较真，比较不容易被看穿。约会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到很近的看，是不会被发现的。对，易容术，易容术，哎 ，OK。啊，这个哦，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杨丽花歌仔戏，我特别去杨丽花歌仔戏学的。嘿，这个好，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左边的鼻子已经非常的凸起了。嘿，这招叫做白鼻星画法。好，这个其实呢，这个我参考了两个台湾民俗的部分，一个是杨丽花歌仔戏，一个是我们的正头八家将的画法。好，我发现这效果呢会造成有白鼻星的效果。好，我们。然后发现，我在我的眼窝的周围凸起来，这样子我的鼻子就凸出来了，看起来像凸出来的，其实近看就知道那就是一个白鼻星。好，那我们的眉毛也要涂指甲油哈，保护它一下。好，然后再用那个棉花棒稍微修饰一下边边，才不要看不出来有那个零零角角的部分，就残余的黑色的粉。好，要仔细一点。这个同时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的 头套。头套是一个很大蝴蝶结 ，Gay by 蝴蝶结。这个淘宝有卖，淘宝有卖哦。你看那个上面那只小熊的图案，就跟我戴起来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的是一个狗狗的，狗狗的眼窝霜，眼窝霜，它涂在眼睛的周围，让你看起来比较水汪汪大眼。那再补一下白鼻星。这个杨丽花歌仔戏有兴趣可以上官网查询哦。好，接下来，大家有说过我这个妆法是源自于八家将，有没有看到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叫做眼尾被打被捶一拳的感觉的眼尾被捶画法。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眼尾已经 OK 了？有没有？这个让你看。那你看要楚楚可怜，化这个妆出去约会，男生都会觉得非常兴奋，要想保护你，这就是一种啊楚楚可怜哦，不小心被揍到眼睛都 OK 了，这要画的比较仔细一点，自然一点哈、哦。这个呢，也是我们那个神明的画法，神明的也是这样画法、哦。有没有看过那个七爷八爷，你下次有机会去宫庙里面看、七爷八爷的眼睛，周围也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呢，我们再让刚刚那个蜜粉，再把那个眼睛的前端涂白，那就更显得你被揍的地方特别严重，特别严重。好，这样看起来楚楚可怜，楚楚可怜。好，来去稍微修饰一下这个。大家有发现，我已经非常的那个，看起来非常的可怕，不是可怕，可爱，很可怜的人爱。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拿出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线一定要涂在你的眼睛上面，是眼睑上面，眼睑是哪里？眼睑就是眼睛。到睫毛中间的部分，眼睑上面，这样看起来特别，眼睛会特别有神。好，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左眼的部分，有没有像那个神明开光？神明开光的时候就是会画这些东西。好，这个、又回收到我们说的，我这个是来自于正头，我是杨丽花歌仔戏的画法。好，仔细修饰一下，好。这个呢，在你的眼睛的上面画一条线，你就可以制造出双眼皮的效果。哦，这个比去割双眼皮的效果还厉害。好，现在拿出这个夹子，这个要把睫毛夹得等天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夹，但是现在的审美标准就是这样，把它翘起来，就压起来，好，把它夹到翘起来，再夹，翘起来，再一次，翘了，好翘，好，再涂上这个。睫毛膏，睫毛膏，好，睫毛膏的效果就是让我的眉毛变黑、变长、变浓，好，再把它弄到涂，翘起来，好，对，让大家看一下我的鼻孔，非常圆润的鼻孔，
不好意思啦，我还是让大家看一下我涂眼睛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往下看啊。好，来眨眨眼，睫毛弯弯，就是让它翘起来，卡起来，站起来。好，接下来再拿出这个肤色的调色盘，调色盘，拿出最大支的画笔，松鼠屁股毛画笔，再稍微在你的这个脸颊骨这个地方稍微先涂白一下，为什么呢？为了接下来，好，接下来人要有气色啊，人要有气色就是会白里透红，所以要先涂白，再涂红，大家有发现吗？这个哦，红色渐渐的红色哦，有发现？因为毕竟我们是学阳历化歌仔戏的嘛，所以上面颜色要多一点，多一点。哦，大家有发现，嘿，我两颊有没有？两颊蓬起来了，蓬起来了。为什么要这样画呢？就源自于我们刚刚说的，这是一个被打的妆，眼睛都被打了，你当然是哭到满脸通红嘛，满脸通红。好，再找一个其他颜色稍微修饰一下。哦，有没有？脸都肿起来了，肿起来了。啊，楚楚可怜，楚楚可怜。好，哇，哎，打个哈欠，嘴巴很大。好，最后稍微哦，修饰一下，修饰一下，擦擦擦擦擦擦，好，推一推，好，推均匀一点，再挖个20。然后接下来呢，哎，这个魔法布，魔法布不是打广告，哎，假如你没有头发，你就全涂这个。合上也可以涂，涂起来你就是像平头一样，好，涂起来就黑黑的，好，看起来你的发量就增加了，也很厉害。对，假装有头发，假装有头发，嘿，推荐那个地中海秃头的人也可以使用。好，好，现在我们要把头发梳直，梳直，哎，梳，哎，梳直，来直发，直发，最爱直发的原因就是，哎，这个部分呢。梳直就是为了拿这支叫做龟头棒的部分把它烫卷，要烫卷要干嘛？先梳直，先梳直才能烫卷，有直才有比较。好，那这好用，这支哎红色的、黑色的棒棒哈，前面凸了两个，对，我们都统称它叫龟头棒，龟头棒非常好用，非常好用。啊，再换另外一边，大家看一下我加起来的效果哈。就让它卷到龟头，烫到，烫一下，烫一下，烫一下，哦，我夹到了，夹到了，哦，松散一点，欸，非常棒，非常棒，哦，大家有看到我的头发从很顺、很顺、很直变得很凌乱，很凌乱，哦 ，QQ 的，哦，这就是我们造成的效果，因为被打了嘛，头发已经散乱了，对，要楚楚可怜约会妆，楚楚可怜约会妆，哦，头发很乱，很乱，那两边弄完了就要弄个。刘海的部分要弄松开一点哦，松开卷，不然等一下就给几团，给几团。好，那这个发型呢，我们是参考的是英国大法官的发型，英国大法官的发型，嘿，全面就是要这么卷，这么翘，刘海就是要翘成这样。好，那最后的5秒钟，还是跟大家推荐，大家好，我是雀儿，谢谢大家的收看。